今天又换上了哒哒哒出去干一个起步架。前面挂上锤再上板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这个锤比挖斗要重多了。在搭上板车之后呢，转的时候小臂收回来一定要慢一点。转过来之后呢，咱们这个挖机先不要着急往上上，不要支车，先把这个履带呢再往后多上多走一点，因为这个前面挂的是锤啊，一会儿支车的话不太好支。等这个履带搭到这个平面上之后呢，开始支车，这个小臂啊收紧一点，然后降大臂，微微的推一点点小臂啊，把这个履带给它顶起来。等这个驱动轮履带这边和板车的高度一样时，同时往后踩行走，然后推小臂，看准履带不要跑偏，慢慢的上去就可以了。